到达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这次南美行的多次转机让我们积累了不少经验，下了飞机直接在机场候机楼买专车接送票，票价是35美金，一辆宽敞舒适的 Twins VIP 商务车把我们直接送到我们在网上订好的民宿门口。Lomo a lo pobre, it is beef meat with eggs and French fries. More, more. See ya.然后让他照完相，咱就开吃。不管谁，或者让他喝一点。我觉得这个真的。这个虾，这个虾超级好吃，里面有 butter， 酒和辣椒，非常新鲜。多吃点。这个也是他的特色菜。圣鲁西亚山是智利圣地亚哥著名的风景区，位于市中心，山高230米为锥形山岗，是一个依山建筑精巧别致的花园，景色秀美多姿，有空中花园之称。山顶还建有西班牙殖民者1940年建造的南美洲第一座炮台，克鲁普炮台。警察提醒，此处抢劫非常厉害，要特别小心。全球10家美食市场之一，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中央市场光荣上榜，位列第5。如果你去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海鲜圣地中央市场。海鲜是智利美食的重要象征之一，4300公里的海岸线让这个世界上地形最狭窄的国家拥有品种丰富和总量巨大的海鲜市场，因此智利的海鲜出口业在南美相当发达。智利的海鲜不仅鲜美，更重要的是价格非常便宜。市场在一栋建于19世纪下半期的老建筑里，里面全是海鲜摊和海鲜餐厅，但由于疫情的影响，市场生意明显萧条了很多。这1块美金的草莓，有机草莓，非常新鲜，非常的甜。啊，
这是一块美金的葡萄，这是一块钱的有机桃，这么大的白，比这个还大，把外皮儿给切掉了，这个白菜是3块钱，这些香菜新鲜的1块钱，这柠檬、葱、洋葱1块钱，这是把鱼煎了一下，嘎了的下面海鲜烩汤，哎呦漂亮，哎呦哦，大个的海虹啊，洛杉矶我不知道这要花多少钱？抢不着这个，好多东西呢。哎呀，洛杉矶这三条鱼的话，现在才50块钱，没勺子，土法上马。哎，过来的，7900。在中间的位置呢，做一个错车。幸福快乐的智利人民。圣克里斯托瓦尔山海拔880米，是圣地亚哥市的第二高点。山上有用大理石雕刻而成的巨型圣母雕像，所以将其称为圣母山。圣母山是智利著名的旅游胜地，北侧是贫民区，没有高楼，东侧是繁华市区。在圣母山上俯瞰圣地亚哥，全城景色尽收眼底。美丽的清晨，从香浓的咖啡、美味的早餐开始。这就是我们住的那个民宿，我们是住在8层上。无敌彩顶。Oh my god！ 哎，你看这儿来，一路攀上，上山了。
鱼，稍微腌制了一下，然后配上洋葱啊，菠菜，这个菠菜啊，还有这个叫牛油果，也是绝配，很爽口，里面有柠檬啊，很开胃，爽口。关键的这个灵魂料汁，这个料汁非常开胃，非常好。这个吞纳做的怎么样？非常棒。口感非常好，而且颜色也恰恰好，味道非常棒，非常美味。火候好呀，掌握得特别好哈。OK。那不是蔬菜馄饨，是蟹肉。蟹肉馄饨。这是蟹肉馄饨。第一次吃，好鲜哦，真的好鲜哦。哎呦，超级棒！好吃，这个值得推荐。吃海鲜汤，这是罐子里背的。同时又欣赏的美景，美丽的 sunshine 日落，哎呦，超级美好的夜晚。餐后，餐厅的服务员提出以稍比 Uber 高一点的价格开他的私家车送我们回家，考虑到晚上治安不好，我们同意了他的提议。